据媒体报道，艾维尼翁获奖作品《辣椒巧克力》演出后，观众反应强烈，每一场都会有观众留下来与导演交流，聊潜藏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私。《辣椒巧克力》讲述的是原生家庭的辛辣与甘醇，原生家庭是有温度的，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剧中这个家庭父母都曾别有所恋，旧账难翻，姐妹之间的旧账一旦浮出台面，也是遍布真实又可笑的旧伤疤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